成成一连十三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，昨晚在红馆举行头场，老婆方媛仲带埋女女到场支持。成成今次阔别红馆舞台八年再开 show， 唔少歌迷都期待已久啊！八年，终于可以翻嚟一个好殿堂的一个舞馆。紅磡體育館，為大家表演啊！好掛住你，你有冇掛住我？講個秘密俾大家聽啦，其實今次我哋主題歌叫《激情》啊嘛，咁啊，但係開咗會之後咧，咁啊，好多同事都話，如果一個標誌性嘅出口，會唔會俾人哋感覺上我就快退休啊？其實我梗係唔想退休啦，你哋想唔想我退休？我咁中意舞台，我點會咁容易退休啊？大家又點會捨得成成退休呢？等咗咁耐，我哋睇下佢嘅勁歌熱舞先啦！除了勁歌熱舞之外，成成今次仲有不少破格的造型啊！另外，成成仲準備咗一首新歌《你》，送俾支持佢多年嘅歌迷，寫咗30幅嘅你字畫，一幅畫代表一年。